个夜市，9岁女童却被天外飞来的瓷砖给砸中。事发地点还在人来人往的台北宁夏夜市。当时这名9岁女童正在跟家人逛夜市，但是没有想到逛到一半时，旁边大楼的瓷砖竟然整片剥落下来，还刚好砸中了女童的右手，导致挫伤流血。家人吓坏了，也直呼万一当时砸到的是头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而目前大楼管委会正在跟当事人和解，建管处也将介入调查。9岁女童的小手破皮流血，父母看了好心疼，怎么都没想到只是逛个夜市，却天外飞来瓷砖不偏不倚砸中小孩的手，就怕有个万一，马上送医包扎处理。听到我女儿在大哭，就看到她的手已经在流血跟肿，所以我就抱着她一往后退，下次一个瓷砖就差不多一个手掌那么大。惊悚意外发生在台北宁夏夜市，当时来观光的人都很多，林先生带着9岁大的女儿准备吃晚餐，却没想到走路走到一半，一旁的大楼瓷砖从高约8-9楼的地方整片剥落，瓷砖大约20公分，几乎成年人的手掌大小，刚好砸中女儿的右手，导致挫伤。家长控诉，当时真的只差一步就会砸到头，现在只要想到就会害怕。小孩子回到家做噩梦，一直说下次不要逛夜市了。要是击中的是个婴儿，那该怎么办？我女儿就是这两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喊那个心很痛，只差一步就会砸到头。回到现场，40年的大楼瓷砖就像拼图一样，东缺一块，西缺一块。虽然大楼有架设防护网，但大片瓷砖这次还是飞落砸人。上面掉下来，你不知道会被砸到，太可怕了，太危险了吧？大楼本身已经40年了，目前也在讨论中，我们大家来协调这件事情。大楼外墙疑似年久失修，这次瓷砖剥落酿祸，建管处已经介入调查，但生死一瞬间已经在小朋友心中留下可怕阴影，短期内怕是挥之不去。记者蒋慕云、马生杰台北采访报道。